今天中午吃的是想想，然后这个餐跟昨天的有点点类似哈，那个一样的。然后这个是什么？排骨肉，猪肋排有酱的。然后这个是干贝跟牛肉块，这看起来不错。这个是香菇粥吗？嗯，对。它是什么粥？有名称吗？没有。然后这个呢？粥，两个粥，有两个粥，而且它的粥里面有干贝。哎，是干贝还是那个鲍鱼的小鲍吗？像鲍鱼的，这个也是海鲜的。还有什么呢？生火腿，哦，生菜沙拉，生火腿沙拉。但是逃命的时候也开始白吃的。然后这是，这是什么？是蛤蜊吗？还是哎、欸，它是那个吗？它没有。蚵仔还是什么的？它没有写吗？蚵仔。哇，还有海鲜。哇，这个太厉害！它这个是什么？匈牙利什么？这个叫什么？那个孔雀蛤。哦，孔雀蛤，哇，好丰富哦！我的天哪。哦，也有一个这个餐盒是跟昨天的外盒一样，但是里面内容物好像不太一样，因为它这是猪肉的。然后它的九宫格里面是，哦，这是什么？蒸蛋哎，蒸蛋，然后还有鲑鱼子，然后这个是鲍鱼，这个是那个青菜肉。哦，鲑鱼的寿司，然后肉串炸物，然后这是香鱼。哎，昨天也有一条香鱼哈，因为他们是同一个集团的。你看一下全部的东西，哇！啊，我们来吃咯，来吃吧。哇，我们这样连续中午都吃好料，会胖哎、欸。他这甩是那种比昨天还大块。对啊，超大的。他这个就是以牛肉、猪肉为主嘛。嗯。我比较想吃的是这一个，这个它上面还有那个叫什么东西？什么？那个叫什么东西？什么籽的那个？松露吧。不是。那个什么籽，我忘了，很高级的那个。啊，松露啊，这是松露。那个籽啦，我忘了。上面有鱼子酱，然后它是寿司吗？哎，它是下面是鲍鱼，哎，不是，它下面是什么？干贝哦，中间包了一个干贝，然后啊，我的鱼子酱。那中间的干贝我可能不行，我要吃外面的鲑鱼就好。那这是海鲜稀饭，海鲜稀饭，海鲜粥，还有鲍鱼、嗯，很甜哦，很甜。那它这个炸物里面是什么？看起来有蟹肉、香菇、菜，还有肉下去做丸子。哦，还不错吃。嗯，然后这个是。里面有杏鲍菇，没错，还有螃蟹，有干贝。干贝好吃吗？看起来蛮大颗的。嗯。哦，那个是蒸蛋，蒸蛋超可爱的。嗯。然后牛肉的口感呢？牛肉我觉得很硬，它表皮焦焦的，它中间软软的。牛牛吃到比较硬的地方，应该是有筋的地方，应该是。对。然后这个是生火腿的沙拉。沙拉酱吧。是沙拉。嗯。好啦，那我们就开始吃喽。然后它这边还有那个马铃薯，烤马铃薯，牛牛你的爱。然后这里有两个鸡翅，它是用串子把它串起来。这个是无花果啊，无花果哎、欸嗯，好特别哦、喔！我第一次看到沙拉里面有无花果，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。这好像是炸豆腐吗？还是炸丸子之类的？可是孔雀蛤很肥，很肥吗？嗯，很大颗。哇，这海鲜我都不能吃。好吃。嗯，好新鲜。这个是鸡肉啦，我刚拿的那一块里面是鸡肉。
昨天吃的是海鲜比较多，今天是吃肉的比较多。应该是香菇。对，应该是香菇。那个是香菇。香蕉喜欢吃香菇。这是红萝卜。红萝卜。红萝卜是。还有脆，虽然是外送的，可是还会脆脆的。他们刚刚是叫 Uber 送来的，叫 Uber 送来，所以 Uber 是可以订这个餐的。可能是你们跟餐厅叫的，然后他们是叫 Uber 送，不是 Uber E， 是 Uber 送。哦 ，Uber 的车，计程车。对，他们请 Uber 送来，然后是跟想想的信义店那边订的。哦。对。我觉得杏鲍菇蛮好吃的耶，妞妞你喜欢杏鲍菇？其实杏鲍菇纤维很多，所以它吃的就很有饱足感，膳食纤维很高。那这分量其实蛮大的。真的很大，因为我们本来是要订四人份，想说四个人吃，结果他们其实一份是两人，所以这个是两人份，就这么多了。两人份可以四个人吃。没错。超级多。哦，这两人份。这是两人份，因为你看两个稀饭。是大胃。对啊。还有一个饭。就两人份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就是试这这么多。帮我们搭一个这种套餐。对，套餐。对，他帮我们搭的。嗯。对。然后其实分别都是各自可以单独点的。对，但是他其实这样子分量是有四人份的。那时候我们点他就是说，一人套餐的话就是一份套餐可以两个人吃这样，所以真的还蛮丰富。如果一般四个人家庭的话，其实点两人份这样就够了。然后或者是你各自，他其实都是单点的。对，它是单点的。跟你们是单点吃你们想吃的。嗯。只是这一次他是帮我们搭配这样一个组合。嗯。也可以推荐给大家。对，然后这个是，这要吃看看吗？有谁要吃？烤猪肉的。对。看起来很好吃，但是我觉得热量有点高。你吃看，咸咸的，然后刚好它的油脂还蛮多的，好吃。嗯，很暖。嗯，不会硬。它表皮好像是脆脆的，然后咸咸的。嗯，不错吃。嗯，那我们就继续吃了，谢谢想想的赞助，拜拜。拜拜。